我们的备战嘛，时间已经持续1年多了啊，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计划啊。我们的第二期的集训备战已经结束了啊，那我们今年还正逢这个全运会的预赛啊，所以我们中间会让运动员去参加这个比赛，之后我们可能会有几场嘛国际的比赛啊，也是算是我们第三期或者第四期的这个集训吧。